ไงโอ้เย้去不准泄露方圆人方同敏的兄妹身份，电视台见面不准打招呼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违规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我的口很密很紧的，到现在呢，整个电视台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兄妹的身份。不签名上，爸爸，你走之前叫大哥好好的照顾我，他现在欺负我。妈，你看是谁欺负谁？爷爷。OK， 我签。哥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看什么都很悲，这世界没有希望。看来只能用这一招了。你是宋丹丹附体，我呢要把他从你的体内逼出来，可是我的功力太强了，我怕你受不了。你以为你在拍古装啊？很无聊哎。